大家好，我是小喵，好久都没和大家见面啦。那今天呢，小喵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手工，那就是我视频中展示这个东西，它呢叫搓搓绣。这个手工做起来非常的有趣好玩，而且很解压，最关键的呢是它做出来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差不多一个小时呢就可以完成了，是不是有点不敢相信？那这个手工呢就类似于刺绣，就是可能用的线呢比刺绣线更粗一点。那咱们用到的呢是这样的一根针，然后只需要在上面搓搓搓搓搓，不停的搓，然后把这个图案搓完呢，那咱们的这个手工就可以完成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进行制作的吧。好啦，这个就是全部缝合完成之后的样子，看到没，就非常的整体，而且已经把它们全部都包起来了，这样子的也很有美观度。那我们看一下正面，整个完成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啦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